好，很开心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和我好奇心过剩的学生相处之道。大家都有害怕的时候，这三年我最害怕的时候就是没有戴口罩的时候。所以我的学生都知道，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把隔板隔好，什么事吃饱饭后再说。唯独一个学生 Orange， 他总是会在我吃饭的时候一直来找我，老师，为什么现在电脑开机没有声音？之前那台开机有声音哎。老师，你不相信，我等一下试给你看。老师，你那遥控器的钮按下去会怎么样？我好想按看看，我真的好好奇哦。我每次都用恐惧的眼神看他，示意他回去位置上坐好。什么事？吃饱饭后再说。吃一顿饭他就可以找我那么多次，可想而知，一天要找我的次数会有多少。大家都说好奇心可以杀死一只猫，其实好奇心也可以让一个老师很烦躁。好多次他一大早来找我，我看到他我的脸就垮下来了，心里想你又要做什么。可是有一次他竟然看看我说，老师你怎么了？你看起来不太开心哎。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我好愧疚，他只是要关心我而已。我在教育的现场做 DFC， 学生做 DFC， 我也做 DFC。 DFC 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？感受。当我这样子的感受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了解我的关系人。哎，对，想象是下一个阶段。可是在之前呢，我要了解一下这个关系人为什么他让我又愧疚又烦躁呢？因为老师的时间毕竟不多，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，为什么你一直都来找我啊？老师，因为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下课同学都不理我。其实呢，我们班的小朋友是很友善的哦，我们的班级氛围很好，他们上课都可以一起讨论。不过或许我要想想怎么样拉近 Orange 跟同学之间的距离。我观察 Orange， 他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是他设定的目标他很专注，可是对于其他外在的情境或是他人，他会忽略，他不在意。所以有时候他对于自己身上的穿着清洁度他没有注意到，也不知道他会带给别人怎样的感受。所以我用他在乎的事情提醒他不在意的事情。我这么跟他说， Orange，你把教室的麦克风跟扩大机整理得很干净很整洁很棒哦，那我们现在试着把我们自己当成是这只麦克风，我们用对待麦克风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自己，可以让我们自己更好更干净，这样好吗？他听得懂耶，他能理解，因为我们要练习换位思考。慢慢的我发现他真的有进步，因为我观察到他最近他会注意到自己的衣服穿着以及他的干净度，因此我相信一切会越来越好的。上个礼拜他很高兴的跑来跟我说，老师，我把我置物柜的数字码密码锁修好了。诶，我看看他，脑中突然出现个想法，他会不会是个天才呀？以后我们用的电脑手机的软体会不会有 Orange 的发明？如果我把他的好奇心保护好延续下去的话，他的天才之路是否是可行的呢？当我有这样子的想象后，我开始了我的实践的阶段。可是毕竟有时候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因此我就找了资源。首先呢，我想到我们学校的职工阿姨，她总是能够正向的态度看待孩子，而且什么事情对她而言，她总是可以看到事情的曙光希望。最重要的是她自己也很喜欢修理东西，可以把东西修理得很好。所以我让 Orange 呢下课时间去找我们的职工阿姨，职工阿姨呢陪着她修理计算机，同时也鼓励着她。所以职工阿姨是 Orange 很重要的陪伴他人，同时我引导 Orange 阅读，并且在班上大大的肯定他阅读的表现以及他的好奇心。
我跟班上的孩子说，好奇心不是问为什么，这样就好了。因为老师直接告诉你答案，你得到的是片面的。可是通过阅读，在过程中，你有完整的知识跟收获。Orange 他很喜欢阅读，他也很喜欢看说明书。你可以想象刚开始三年级的时候，他的听写是考鸭蛋的吗？可是现在呢，他还会不会来找我？还是会，他会带着书本来找我。可是我不再感到烦躁，因为我听他分享的同时，我也是在学习。DFC 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什么？分享。分享。我在这里分享我和我好奇心过剩的学生相处之道，两个方法。第一个，寻找人力资源。我们找可以用正向的力量、正向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大人。我们找寻有专业能力的大人，寻求人力的资源。另外一个方法，我们可以运用前人的智慧，就是书本，对，就是书本。通过阅读，孩子们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，就是让孩子满足好奇心，进而可以激发他更多的好奇心。这两个方法不是只有Orange适用，在我教学经验里面呢，很多具有好奇心的小朋友、孩子们会因为这两个方法，让他的好奇心得到强化，并且延续下去。不妨大家可以试着在教学现场，或是在自己的日常互动生活中试试看，相信对于有好奇心的孩子们有很大的助益。那 Orange 的人生会因为我而不一样吗？这我不清楚。对，也可能会，可能也不会，但是至少我知道他的身边多了一个愿意保护他好奇心的大人。他透过摸索探索，他会有很多的成长。对于未来有怎样的影响跟改变呢？我们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我忧心的期盼他能拿着好奇心的火把点亮他的人生。谢谢大家。